台北国际机场联合防护团的太岳十号勤务示范演习上午9:30钟开始举行，在机场的北区首先演习了机械灭火的要领，其中包括火点喷水、屋内救人和重要文件物资器材抢救的配合等。接着并且演习了塔台二楼救火、伤患的止血、包扎、人工呼吸等紧急救护和后送，情况逼真，获得了参观观摩人员的一致好评。